Game Man。这是一部超级正能量的动漫，讲述男女主人公虽然身有残疾却勇敢去作的爱情故事。女主患有先天性轻微小脑萎缩，平地摔，花样平地摔，花样自由平地摔。朋友们对她的评价也十分中肯，多好一姑娘啊，就是脑子缺根筋。而男主患有轻微性肌肉萎缩侧索硬化症，兼局部神经麻痹，简称肌无力，面无表情，行动迟缓，曾因为打字慢而撩妹失败。我就在你学校门口，得晚上一起吃个饭吧。所以他离开了他的富二代弟弟，只身前往杭州，为了锻炼手速，克服病魔，进入电子竞技行业，一手缔造了家史，忙产后选择退役，进入星星网。但是两人却没有因为这些客观因素而放弃爱情，因为爱情的火花就是需要摩擦。是不是瞎？是不是瞎？有路你不走，你跟我搁这挡差呢？爱情的套牢就是需要长跑，爱情就是这样平平淡淡，简简单单。我过生日，你送我一把木吉他。生日快乐！你过生日，我还你一摞英语书。爱情就是这么的酸臭美啊，当然大部分时间是酸臭的，最美的那是最美的不是下雨天，而是生于你落过雨的屋檐。哦，回忆的画面才当这秋千梦开始不甜。你说是不是瞎？有路你不走，你跟我搁这挡差呢？好的，在下不存在的大 A，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种急死人的爱情，不存在的动漫。